我每次来这儿都很感慨啊，真是想象不出来，咱们当初怎么就在这儿创办了全盛啊？当初你我老黄老李，咱们就是在这儿啊。我发现人还是最苦的日子最熟悉的。当时要不是你给我们打气儿，就那几道坎儿。 我们这几个老登啊，估计早就放弃了。其实这些年来，我学会了感恩。我最感激的就是这帮兄弟们在最难的时候没有一个离开我的，尤其是你，小娜，10年了，你跟着我摸爬滚打，个人感情问题都淡了，你是个好。 该想想自己的事儿了。说到底，女人得嫁得好。我最近也留了这份心，想帮你物色几个合适的人选。老徐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公司真的要裁员吗？ 是。为什么？公司要上市，资金流断了，我必须用这种特殊手段调盘，跑去融资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跟你透实底了，公司账户上的资金现在只够维持一个项目的正常运作，所以。 所以节目部的人现在多余了，是吗？我裁员裁项目都是暂时性的，小娜，你千万别多想，裁员名单上不可能有你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去培训部，你先兼任总监，好不好？我的团队都没了，我的手脚都让人砍掉了，我还能够过那么安逸，看来我在全盛混的是真不错啊。 我都说了，这真是权宜之计。你等公司上市了，你必须得关注原职啊！老徐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但是我无法接受。他们每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犯过任何一点错误，他们每个人都在认认真真的工作，努力的工作，全身才会有今天。就算是你裁减我也好，裁员也好，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事情。可是过河拆桥，卸磨杀驴的全盛还有未来吗？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？你替我考虑过吗？你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每天就像站着悬崖边上，可是怎么办？我必须自己想办法，我得挺过去，我得有招，我要是妇人之仁的话，全盛就得崩盘，所有人都得失业。 绝对不！可是这样不公平啊！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，他没接，什么情况？我不知道啊。我的意思是你打过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打他？我不打，众官都给他打电话，我找死呢。你能定位到他吗？定位。我找找。 海边，你也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儿想不开吧？伤着了，海安抚不了他，我去想想。哎，我跟你一起去啊！玩吧你。
吗？5块钱2回。来，陈某。哎，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啊？在我最不开心的时候。我要说我路过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，因为这辈子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会这么处心积虑来找我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的。好巧啊！你怎么把它打开的？哎，你是不是把人家的店给砸开了？受过教育的，我告诉你，一会儿要是警察来了，把你抓起来，我就成从犯了。那就是你的命喽。太棒了，我从来没有吃过监狱的盒饭。那就让我们先玩个痛快吧。是你弟跟我说的。哎，这臭小子！老徐真的要裁员吗？是啊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选择留在培训部，至少可以颐养天年，是吧？我的团队都没了，手脚都被人砍掉了，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可以保住手脚，保住团队。拿什么保啊？电饭煲。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我可以解决。这什么态度？我可以让这东西转起来，我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。你是万能的吗？可以搞定一切？可以这么说吧，我是王子。哼，那你要这片海说话。他已经说完了，他说让你别担心，相信你身边这个男人，他可以帮你解决这件事情。Yes， 你要提前做好准备，我们得要先斩后奏。大爷，把灯关了吧。Sorry，未来大爷会冒买家的危险。甜不甜啊？嗯，甜。哎，下班的时候我看见张小娜找你了，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。要不你今天别走了，留下来陪我。还是吓死吧。现在孩子长大了，不像小时候那么简单了。他最近对咱们俩的关系好像挺敏感的，我这都开导他。既然你不想留下，那
早点回去。徐总，好的好的，我记住了。老徐，让我查清电脑泄露文件的事儿是谁干的。你觉得这件事最有可能是谁干的？这事我也说不好啊。有没有可能是那天帮我修电脑的小伙子？徐总，哎，你是老黄的师弟是吧？就是你的师弟。不，他也不算什么，我师弟，这相差20多届呢。你们，你别往外摘吧，你帮我想想。是吗？因为我能想起来，就是他帮我修过电脑。咱们不懂技术，而且名单是前天下的，我实在是想不起来到底什么时候泄出去的。要不我给你查查监控得了。你注意保密啊。哎，事情已经弄明白了，应该说，我也有一定的责任。你？人是我们技术部门的，刘小薇。他在给您维修电脑的时候，不小心看到了文件，然后向我汇报。但当时张总正好在我的办公室，消息可能就是这么散出去的。真是不小心的，还是有意散出去的？不小心，对不起。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也好。那个吕小梅，让她滚蛋。您是要开除她？是这样，徐总，她是技术部门的核心人物，公司整个网络架构她也是主力。如果您现在开除他，我们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您是不是可以再考虑考虑，给他一次机会？我们的大 IP 马上就要启动了，是吗？这样子啊，徐总，哎，啊，强总也在啊。哦，哎，事情已经弄清楚了，是于小薇。谁？怎么会是他呢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不是说你已经查过了吗？我是查了，但是监控器现在出了点问题，全是雪花，什么都看不见呢。大强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来干什么？常总，你不用替我担着了。我今天来是说个明白的。你说不明白，你先回去。
徐总，泄露裁员名单的人是我，跟常总监没有关系。哎，你要罚就罚我就好了。你别说了，于小维是吧？王江，把他开了。哎，不用你们开除，我自己走。嘿，你这孩子！ 还散播出去，又在监控录像上动手脚，居然还敢这么跟我说！大清啊，这件事你有责任，你也得挨罚。老黄啊，哎，拔掉长青，咱们就得奖励。就这么办，你们出去吧。 这事儿真挺不好意思的，你说我不知道是小维干的，我要是知道他干的，我也根本就不能查监控啊。再说我跟你说，他是我师弟。哎，常总，这事儿闹在地上。小维，你回来啦！臭小维，你看看你，把这些肉肉全都给弄坏了。跟你说了多少回，营养液少倒点，少倒点，营养液全都给倒光。 我又得再收拾一遍，每天那么多事儿，还得为你的这些肉肉操心。爷爷，我被开除了。我知道你说什么？我被开除了。 被开除了，不是你被开除了，你哭什么呀？啊啊！你别哭呀！可是，可是如果你走了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傻呀！我只是被开除了，我又不是去死。 不许胡说！好好，我不胡说，那你也别哭了，好不好？可是我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你，但是你想，其实我被开除不一定是坏事儿。我被开除以后，我可以去做任何我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再也不用受到这个公司规规矩矩的困扰。 你是不是应该为我开心呢？那我想你的时候怎么办呀？想我就来找我呀！我想你，我也会去找你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们还要一起去北极呢。嗯，还要去新西兰看鲁冰花，还要去普罗旺斯看薰衣草。 去希腊看看星海。去，我们都去。好了，不要送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不行，我要送你。有什么好送的？
我这是被人开除了，又不是什么荣归故里。再说了，如果被人看到，影响多不好。怕什么？看见就看见。生命是一趟单向的列车，向未知远方走走停停，别去猜下一站会叫什么名字，用心看变幻的风景，恍然一置身汹涌的人海，嘈杂的声音淹没了我，多幸运遇见你，紧紧的没放手，才能继续这旅程。小薇走了。走了。我在办公室正在跟徐总交涉，然后他过来主动辞职，他删了监控录像。对不起，我没能保住他。他是个好孩子。当然了，他是个非常好的孩子，他从来都不愿意给别人添一点点的麻烦。走了也好，不过我的弟弟，我相信他，他会有更好的未来。其实他离开这儿挺好的，外面的世界更精彩。我相信他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。会的。说他有很重要的事情，想请您去他会议室，他在那儿等您。哦，你让人打电话。张总，他好像挺着急的，想让您现在就过去。什么事这么急啊？好像是他确定不了的事儿，想让您过去确认一下。金牌节目《明星的诞生》正式启动。我需要一个解释，解释，解释给我听听。谢谢。好，所有的员工都是用业余时间在工作，没有收取任何人工费哦。每个人都是在工作之外义务劳动，也就是说没有花公司一分钱。当然，也用了公司的一部分资源，比如说摄影棚、机房，都按照市场价格从制作费里扣除了，然后支付给了公司。是的。等等，
我请问你们，你们钱哪儿来？我之前找了一个投资方，前期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垫付的。我知道这样胁迫你，感觉很不好。对不起，你们讲不讲良心啊？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们不应该这么对我呀！别玩了，我没心思陪你们玩。没玩？我们真的没玩。我们理解你现在的迫不得已，也请你理解我们现在的迫不得已。就像这个公司，无论发生任何状况，你都不会放弃我一样，我不会放弃我团队的任何一个员工。所有的员工都为这个节目付出了每一个人的心血，他们每一个人付出了他们的心。对不起，没关系。他们不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辞退，所以他们真的是为了全胜的荣誉而战。当初我是因为您的承诺才离开硅谷来到全胜的。现在，我希望您能够兑现您的承诺。裁员名单，还有调职通知书，我都打印好了。您再核对一下，我就贴出去。这事儿先缓一缓。不裁员了。什么事儿？徐总，文田新闻总监要见您。让他进来。为什么？佳倩，你先别着急，有话咱们两个慢慢说。我能不着急吗？我的大 IP 项目还没启动，他张小娜的节目连发布会都开了。不是，这确实是个意外。他也是临到开发布会才通知我。意外？你怎么不让我的项目也意外一个？那天张小娜找你就是为了这事儿吧？怪不得你要让我压缩预算呢。我算看明白了。在你眼里，我这个女朋友当然比不上老陈子重要。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哪个意思？要想让我相信，那就让我的项目也现在启动，而且得按原计划来，不能压缩预算。上市了，找一个好的时间节点再启动。叶贤，你要相信我，再等等。等等等等，再等等，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去？我就不明白了，到底你是全胜的总裁，还是他张小娜是？老徐啊，你说咱俩有多久啊，没有坐下来聊聊天、喝喝茶了？
有话你就直说吧，我最近真的很忙。如果是因为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合作项目的话，我随时欢迎。合作就免谈了，尤其是跟你。你也不想一想，哎，我凭什么这么有自信，说你一定会同意？你不会是又想给我下什么套吧？行，有什么大招你就使出来。好，那我可就直说了。如果说真的是忘了把密码清除干净，是有可能被查出来的。这样的话，他们就可以绕过技术监控，顺利的进入公司内网。这么说，老赵说的都是真的？理论上说是这样的，但是他要把公司的核心文件一点一点的运送出去，就需要破解我们的加密，这是违法行为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可以起诉他们。如果打官司，我们一定会赢。但是我们的核心机密遭到了泄露，我们全身的信誉和实力就会受到质疑，所以输的更多的还是我们。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咱们就有大麻烦了。您必须解决这个问题，无论用什么办法。嗯，明白。之前吧，我真不知道老赵知道我这事儿，后来我知道老赵知道这事儿以后，我就懵了。我以为我就废了，但是没寻思，老赵他没理我。后来我真不知道他往里边，就你们能了解我现在这种，这种境地，这种，啊，我没那意思，就我是被黑了。明白，明白。你让人给黑了。对。那现在，怎么才能把那些加密文件拿回来呢？机房吧是公司的重地，严防死守，尤其我现在这种状况，他不可能让我去接近的。也是，那今天我们要求这忙，看来您也帮不了。忙可以帮，关键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得自保，我得保住自己，以后帮什么忙都没问题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对，这朋友也没白交。那日后，我还是先自保吧，我就先撤了，明白吗？哎，手机。你确定这是你多年的好哥们吗？我确定，他尽力了。这条路肯定是行不通了 ，B 计划吧。小维，你不知道，你弟是多了不起的人才。公司的核心加密文件全部都是吕小维设置的，他是难得的人才，加密方式非常独特，所以我坚信大米到现在也没有破解，而且，他们就把文件存放在网络上。否则的话，他们也不会跟您谈判。但是有加密就一定有解密，对方找到技术人才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。你想怎么办？找到遗漏的文件，删掉文件。你能做到吗？于小薇可以。有他就能做到，你确定？当然，文件是他做的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，但是他已经被您开除了，愿不愿意回来，我得去说服他。现在我得先征求您的意见。
先去把人找回来，甭管他提什么条件。谢谢。哦，明白。关上。去哪儿？你知道我们找你去了多少地方吗？我们去了攀岩馆、菜场，还有修理厂。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咱就去了这三地方。菜市场是我们这样身份地位的人能随便去的吗？你看，气得够呛。说吧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姐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我去哪儿你都不知道，像我被开除这么大件事，我肯定得去买一些可以让我开心的东西啦。这个你知道多牛吗？全中国只有三个。你闭嘴！什么东西啊这个？变形金刚，小心点。说正事儿，有这么一事儿，我得告诉你。大家怎么样了？我找到小薇了，我跟她家人在一起呢，我们一定劝她回来。你跟她说，想开什么条件尽管说，即使不想要什么职位都可以。过去的事情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
只要把眼下这件事情办好就行，我马上兑现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解决这件事情。好。对着镜子写下白天的武装，允许暂时不坚强，放肆悲伤，不过是怀抱梦想，嘲笑声却那么响亮，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，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，眼泪笑着擦干，过好就继续大声地唱。她很漂亮，哦，她很漂亮，像那么坦然，心够宽敞，容纳所有不一样。她很漂亮，不同的是一样，努力绽放，像这样灿烂方向，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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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努力绽放，像这阳光灿烂。